因果索命求道救了命。续一，民国94年11月2日至11月6日，纯阳圣道院语。我们一和圣堂在泰国寺求孔孟中道院开了为期5天的仙佛班。徐贤德前贤亦随周前人到泰国参加法会，前在法会期兼亲自见证他的女儿遭遇冤欠索命之缘由。在这5天中，师尊临场慈悲说，冤亲债主相信，先相信天命诺言，只要给在座徒儿一点点期限，就可以等待到功来偿还。所以守真、理真、天命真、因果执纳，这是一场天人同证的殊胜法会，令当场入班人员内心受到极深的震撼与启发。业力见证求道，让我们走入生命的正途。徐贤德前贤亲证法会第一天，院长大人临慈悲，一般法会景天动的诸天仙佛搭帮助道的府幽灵一旁录听，人为尊切要全神贯注，战战兢兢，有始有终，佛归守好，未间翻诸笔卯步步诗篇呀，弟妹可听懂？16一段生死，弟妹逢得四难，得人生，得中华，遇大道，逢名师，且要知知好否？徐贤德前贤讲述求道的因缘，45岁后我女儿把我带入正路，感谢上天老中慈悲，非常的感恩，非常的感恩。后学45岁之前是活在迷迷糊糊当中，45岁以后让我女儿把我带入正路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女儿她在台中读大学，她读医学系，在10月6号那一天，我太太的同修，她二常坚定她6号要到台中去，因为我们夫妇俩人都在从事旅游业，当导游。澎湖的旅游季就是在10月8号、9号、10号，这是最后一个档期。后学心里想，奇怪，怎么要6号去？是不是8号、9号、10号这一档赚到钱以后，超速后，再到台中去陪女儿，那不是很好？不过后学不敢讲，我太太讲同修要带他去台中，我就说去嘛，就这样。当我太太到达马公机场准备上飞机的时候，她手机准备关掉，从台中打来一通电话，这是台中张前贤打来的电话。张前贤跟我老婆只见过2任面，见过2次面，应该谈不上交情。这个张前贤就跟我太太讲说，我几点到机场去接你。我太太想说，我们两个又不是很熟，不用，有空再联络。我太太认为我女儿没事，她就直接到她的亲戚亲家去了。结果7号早上，我女儿被同学送到803医院。重点是我女儿6号就已经到803医院打止痛，下腹部的痛，打止痛剂她7号肚子。
又痛了，他的同学把他从三楼抱到一楼，把他送到803医院。一样是下腹疼痛，打止痛针没有用，照 X 光、妇产科、止痛剂一样没有用，检查不出所以然来。做血栓没有用，做血栓已经很严重了，抽血一样没有用，又看妇产科没有用，那怎么办？他们就把我女儿转送到荣总医院，一样抽血、做血栓、X 光、妇产科、止痛剂，一样没有用。那怎么办？只好做断层扫描，结果一断层扫描出来，一样没事。那怎么办？我太太就问医生，如果这个情形再继续下去，那怎么办？医生就跟他讲说，那到最后就只好把肚子剖开来看，检查不出病来，要把我女儿的肚子剖开来看，如果没事再缝起来，那就这样子了。怎么办？在这个时候，我女儿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，她跟我太太讲了三句话。第一句话，妈妈，我看到我快死了。第二句话，有一个男的在等我。第三句话，我看到释迦牟尼佛。这三句话讲完对后，我的女儿就慢慢的昏迷。我老婆打电话给我老公，妹妹现在很危险，我想把她送到佛堂。我跟我的老婆讲，不可以，有病找医生啊。电话挂掉，但是心里面怪怪的，心里怪怪的。隔了差不多五分钟，我老婆又打电话来，开始哭。我听到这种哭声很凄惨，好像女儿已经死了。我告诉她，不要哭，你把事情讲清楚。她说，我不管，我现在一定要把她送到佛堂去，因为现在医生已经宣布无效了，候学人在澎湖，我只好抱着把死马当活马医，就送到佛堂。然后我就从澎湖搭飞机到台南，我要求太太叫救护车，由救护车来送，最起码不会塞车，而且车上会有医护人员，会有氧气，危险的时候派上用场。结果真的用救护车送到佛堂。在这一段时间，台中的张钱钱他就跟我老婆讲说，澎湖有一个朋友对这种因果的事情了解的，他就联络这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姓周。我们两个约好要搭三点起飞的飞机。在飞机上他就跟后学先讲，你这个小孩子是因为什么缘故，他就大概跟我讲一段，他本来处理这种因果的问题都是师尊来跟他交代。结果八号是礼拜五，这个周小姐她礼拜二就知道了。礼拜二，释迦牟尼佛就去跟他讲，你要把东西准备好，你这几天必须去台湾处理一
件事情，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他只是觉得很纳闷，因为有史以来所有事情都是由师尊来交代他，怎么会劳动释迦牟尼佛来跟他交代？当救护车把我女儿送到神元山的时候，这个过程，这个小孩完全没有回应，也不会哭，眼睛也睁不开，就是肚子痛，眼睛闭着，从眼角掉眼泪。到了神元山，要进佛堂，这个小孩子一样不能走，而是由我们神元山的这些前贤把这个小孩抱进佛堂。到神元山门口，小孩开始哭，全身发抖，然后后进到佛堂，求完道，在有点传师慈悲之下，开始求慈悲头。后学一进到佛堂，手搭在女儿的肩上，看到我女儿，后学的眼泪掉下来了。我个根本不像我女儿，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一贯道，我对有点传师相当不敬，我认为说怎么这样子，是不是应该先救我女儿，怎么我一到佛堂之后，就好几个人拉着我要去旁边聊天，要去写，我说怎么会这样子，是不是应该先救我女儿，对不起，有点传师，后来有点传师就帮我点到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经过我们点传师这一点，后学真的开窍了，真的开窍了。本来后学的心目中没有神，没有鬼，这一点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女儿在求道这一段是接近昏迷的，结果一点到一求慈悲头之后，我女儿醒了，眼睛睁开了，不哭了，也不懂，也不懂。你欠我的应该还给我。当我们离开神元山之后，我们就到台南去了。到台南就是要来处理这件因果的事情。小孩子本来是昏迷的，现在醒了。后学左手抱着这个女儿，周小姐说，是不是想办法让这个冤亲债主来附我女儿的身，来讲出到底什么事。后学看到我女儿痛成这个样子，就跟周小姐说，这个受不了，她痛成这个样子，她身体绝对受不了。后来这个周小姐就说，那我来，我就抱着这个女儿，看着她痛，心在滴血呢，我们很难过，但是没办法替他痛。当这个冤亲债主来的时候，我的左手抱着女儿，冤亲债主一来的第一个动作，什么动作知道吗？掐他，就是要掐他。我怎么可以眼睁睁的看着我女儿让对方来掐呢？我就右手抓着她，她是个女生，我就左手抱女儿，右手抓着她，挡不住啊。后来三四个人就来抓这个女生，对，
方来的时候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咬牙切齿。后学从他这个面相，就可以体会到他这个人到底心里有多恨，当场晕倒。我就左手抱着女儿，右手抓着，跪在那个地方求对方，请他不要这样子，请他把事情讲清楚。结果他不会讲话，他跟我们要了纸跟笔。他写什么你知道吗？他把我读哑了，我就问他，是不是你们两个以前有共识呢？彼此间有什么约定？有什么秘密？他才虚，要把你读哑。他写说，他很恨，他是个太监，他的主子跟我女儿的前世是姐妹。好，两个人同时被选进皇宫，后来他的主子怀孕了，为了争皇后的位子，我的女儿就把他的主子抓去开膛剖腹，然后把尸体埋在床铺底下，又怕这个秘密被他泄露出去，就把他毒哑了。毒哑之后，又怕他用血的告诉别人，就活活的把他打死。这个太监这样写，他把我活活打死，我就再问他，当初他是不是总共害了三条人命？这个太监摇手，不是，是四条。为什么四条？知道吗？因为这个杯子，他怀的是龙凤胎。许先生问如何才能放过他女儿，太监不予谈条件，并说一个月后看你的表现再说。这件事情经过后学查证之后，是发生在明末清初，怀有身孕的妃子凭空在皇宫里消失，整个皇宫里在找这个人，找对到，再怎么找也不可能怀疑到我女儿，不可能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姐妹淘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他找到这一事，他当然要来讨债，你欠我的应该还给我。我们刚刚讲到，我女儿把这个妃子抓去开膛剖腹，我女儿那里痛，肚子痛，还好运气真的很好，我们到佛堂里面来求道，目前还没有说要如何偿还这个债，不知道。我们要时时抱着忏悔的心跟冤亲债主忏悔。那天晚上这件事情处理对后，我们就回台中去了。后来我们父前人很慈悲，他听到这个事件之后，他就专程风尘仆仆地赶到台中来看我女儿。父前人跟后学开示了很多的道理，后学真的听进去了。由于父前人的开示，我就跟我女儿老婆讲，我高欠人家那么多，我们怎么要等到痛的时候才来送金呢？不对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一件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？我跟我女儿讲，我们要时时抱着忏悔的心，我们要跟这些冤亲债主忏悔，我们认真做，我们好好做，我们赶快来度人。父前人交代开示得很清楚，
我们要赶表来度人，赶快来修道办道。后学从求道那天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，但是我们这么多的前前这么慈悲，一再的在交代后学。从那一天开始我吃素了，过了十天左右，冯助理等到清道澎湖说临时，我请朋友帮忙渡人，将近八十几个人求道，待续学界原地生命的自我对话言言语。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是我们参与道学研究班的日子。神元山道学研究班从心明班、至善班、在觉班到金钟班，为期四年，课程有浅道深，除了一般道义之外，还有逐年研读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六祖坛经》等经典。这些课程的安排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能逐渐了解、逐渐深入道的精髓。后学有幸能在今年在觉班学讲《中庸》《经义章》。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，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喜怒哀乐之谓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中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为了准备讲课内容，把去年吴振雄点传师讲课的笔记及五点传师送给我们每一位学员的《生命的自我对话》一书拿出来努力研究之后，决定以五点传师《生命的自我对话》的书名作为《中庸》经义章的讲题名。可以说，每一位圣人在历经人生的历程，没有不用心去体悟生命的。更进一步的说，每一位圣人在历经人生的历程，没有不用他自身去体证生命的。所以吴振雄点传师说，所谓经典，就是经过要有典范，历代圣人所留下的经典，每一部都是圣人们在和自己的生命对话，透过生命的自我对话，为自己写下成功生命的典范剧本经典。今天我们修办道，就是要向古圣先贤学习，体悟生命，体证生命。生命之谓性，这是圣人对生命的信实度；率性之谓道，这是圣人对生命的充实量；修道之谓教，这是圣人对生命的平实感。在这一堂课，我们设计了一份学习单，以生命一词造三个句子来练习和自己的生命对话，每个句子都要有生命一词，且只能有一个标点符号。第一个句子用问号，第二个句子用惊叹号，第三个句子用句号。第一题要测验我们对生命的信实度，
第二题要测试我们对生命的充实量。第三题要测验自个儿对生命的平实感。以下是大家的学习成果，愿与读者分享。黄晨晃：一、生命创造了我吗？二、生命是如此的神奇呀。三、善用有限的生命开创无限的人生旅程。李茂林：李茂林：一、生命是什么？二、人生就是人出生到结束这段的过程。三、我们要善用今生的生命来创造未来的永恒生命。陈小慧：一、难道我们不该好好珍惜可贵的生命吗？二、人生就是一个人由出生到死亡的过程。三、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，却能决定生命的宽度。陈少廷、张子元：一、生命；二、生命；三、生命。杨月华：一、生命从哪来？二、生命是如此的美妙可贵呀。三、可贵的生命会有不同的境遇。黄小元：一、生命是我的吗？二、生命它可以是精彩、尊贵、庄严、神圣的。三、我的生命要让它发光发亮，更有意义。郭胜坤：一、生命美好吗？二、有充实的生命真的很美好。三、充实的生命代表无限的宽广。陈怡红：一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二、让我们活出真正有意义的人生。三、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就是在于服务更多的人。林怡山：一、要如何善用生命呢？二、生命是很宝贵的哟。三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一秒来完成自己的目标。严玉坤：一、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？二、不要白来人世一遭呢。三、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善尽自己这一生的本分与责任。王志忠：一、是否了解自己来到人世间的意义是什么？二、是要发挥出生命的光辉来度化众生啊。三、能度以度人，则生命无憾。许雅慧：一、生命为什么有烦恼？二、学习用智慧去面对人生的真实吧。三、直到照见生命的真相才是我本来面目。邱冠龙：一、上天赋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？二、生命真奇妙呢。三、生命原来就在双手合十之间。赖青青：一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二、成就圆满的生命。三、圆满的生命就是要不断的学习成长。柳秀游：一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二、有意义的生命最美。三、生命的意义在创造生命。您是否也曾思考过生命的本质、生命的真相及生命的意义，
等人生的课题。上述是大家的学习成果，答案都不完全一样，这让后学领悟到宝贵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，和老前人辞世道是人生创造一切真善美的大基础。又说道是万有之宗主，魔所不能，感谢上天降道之恩。今天如果不是道的因缘，我们可能不是在一和圣堂参加道学研究班，可能不知道生命的宝贵，更不知道宝贵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。也许我们正无所适从地过着醉生梦死、糊涂度日的人生呢？中庸，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理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活佛师尊勉励我们，沿着修办的旅途展望回顾这一生与道共度，在人生的历程，让我们手牵手，心连心，一起走在修办道的路上，学习古时候的圣人，用心体悟生命，亲身体证生命，为自己写下成功生命的经典。